麦这里有五个苹果。你说妈妈，你接着说中文。哦，对，嗯，找不到了。然后干嘛呀？Good morning ค่ะทุกคน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พบกับหมิง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ตอนนี้ประมาณ9โมงแล้วนะวันนี้นะคะเดี๋ยวหมิงจะพาไปดูว่าใน1วันเนี่ยหมิงทำอะไรกับแม่บ้างนะคะแล้วก็ที่พิเศษสุดๆเลย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วันนี้หมิงจะทำภารกิจพูดภาษาจีนกับแม่ทั้งวันโอเคเดี๋ยวตอนนี้หมิงว่าจะไปเซอร์ไพรส์แม่นิดนึงโดยการสกัดน้ำผลไม้ให้แม่กิน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ปกติเนี่ยแม่หมิงไม่ค่อยมีเวลา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ทำเดี๋ยวรีบไปทำให้นางกินดีกว่าไปค่ะมาในเช่นสีต่อปะ你先洗吧，没有为什么，没事儿。你先洗吧，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妈妈榨汁儿的水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开始吧。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机器。好了，哇，颜色真好看。我要把它倒到这个杯子里吧，因为这个杯子是透明的，比较好看。就让妈妈从这个杯子里喝吧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我让你。母亲节快乐。哦，谢谢明明。不客气，我直接这样喝是吗？对，这一杯都喝了，可太多了，半杯吧，因为妈妈还没有打扮好，所以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妈妈要分给我喝，对对对，因为太多了，分一半给明明。在洗手间里分，这个杯给明明。麦这里有五个苹果，然后你得说妈妈，你接着说中文。哦，对，说麦，这里有五个苹果。妈妈这里有五个苹果，完了有一个胡萝卜。哇，真好。哦，有四个红苹果，完了一个绿苹果。哦，真不错耶，那赶快喝吧。喝吧。耶，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果汁拿去给妈妈了，然后妈妈还分我一半。一会儿呢喝完了我们要去打扮，完了准备出门，因为今天呢是母亲节，我要请妈妈吃饭，还有我的二姨妈和二姨父，因为他们呢也好像是我的父母一样，所以也祝他们母亲节快乐。今天呢我已经想好了要穿蓝色的衣服，我记得我有一件跟妈妈一样的啊，这个可爱吗？所以呢我要去看看妈妈那个衣柜里还有没有这件衣服，如果有的话呢今天我们就要穿一样的。妈，你还有那件蓝色的衣服吗？那件蓝色长袖的。哦，找不到了。哇，找到了。想知道啊，这个妈妈今天穿这个啊，耶，我们俩穿一样的衣服，都是蓝的，好可爱。出去之前呢我要把这些给洗掉，做的时候是小事，洗的时候呢是大事儿。哦，在我已经打扮好了妈。哦，今天我们穿的是一样的衣服，今天我们是双胞胎。我们是双胞胎吗？OK， 我们走吧。嗯，好。OK， 我们走。嗯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车里了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母亲呢就是妈妈的意思，但是它就是比较正规的，就是书面的语言。对，是书面语。平时叫呢，肯定是叫妈妈。嗯，平时还是叫妈妈，但是这个节日呢，就是叫母亲节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但是呢，我的母亲在开车。开车，开车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明明的妈妈。本来我想开车，但是妈妈总是觉得不太放心，对吧？主要是想自己开，锻炼锻炼，老依赖于别人开，以后就懒得开了。啊，对，妈妈想锻炼自己。现在呢，我们正要去三餐，我们要去吃西餐，是我和妈妈比较爱吃的一个餐厅。现在是11点，我们去的早呢，因为我们怕人多，一般节日就是人会比较多，然后我们不想等，所以呢就赶快去，赶快吃。对，早一点去，早一点去，不用等位。嗯，这样的话就不用等位。今天呢我要跟妈妈说一天的中文，就是我们不可以说泰文，也不可以说英文，我们只说中文。你们是不是会怀疑，不是好奇
好奇说我和妈妈一般说什么语言，我们一般呢会说中文，但是有时候呢也会说泰文，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混合的说，就是说一句泰文完了说一句中文，也有可能一句里有两种语言。对，有可能一句里有两种语言，有时候有些词说泰文表达会比较好，有些词说中文表达的比较好，我的朋友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逗。但是今天呢我要尽量光说中文。这个是我每次来都要吃的蘑菇汤，然后上面呢要放瓜子儿和胡椒粉，还有这个炸虾片。啊，妈妈吃什么呀？今天吃 Sizzler。 知道是 Sizzler。 我吃的沙拉。沙拉，沙拉。这个刚才 Sizzler 给我们的，所以我要给你。妈妈给你。好，母亲节快乐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吃完饭了，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们去办一点事儿就回家，回家休息。 OK， 那今天没什么了，我们要回家休息。 OK， 再见。拜拜。再见，一会儿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刚刚想出一个主意来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吃南呢，是我喜欢吃的。对，是越南菜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我上次那个视频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，你们会知道我特别喜欢吃越南菜。在我们家附近呢有一家越南菜就是比较好吃的，是 VT 南梁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买回家去吃。南梁是我和妈妈最最最爱吃的东西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我们快到了。对，我们快到了，在这儿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。一会儿我们要叫回家。耶，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来啦，我加了一份那个叫什么菜？什么菜？那个绿色的菜。哦，那个青菜。青菜。对，对，挺好的。差点忘了。可以了。嗯，走吧。吃饭了，我们要回家喽。对，现在已经快五点了，所以回家了就刚刚好。好，那一会儿我们回家见。哇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吃越南菜，这个是我和妈妈的最爱。是的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吃吧。不用手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，开心。现在我已经吃完饭了，完了呢一会儿我要把给妈妈买的礼物拿下去给妈妈，是最后一个惊喜，我们下去吧。母亲节快乐。要打开礼物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这是母亲节明明送给我的礼物。对。哎呀，真好。哇，打开看看吧。这个是你喜欢的店。对对对。哎呦，怎么打开？哦，从这边打开。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哦，这是一个袋子。对，是为了买东西用的。挺好的。哦，这就是那个装菜的盒子，放在冰箱里的。对，因为看着你太喜欢厨具了。真漂亮。我可以打开了吧？当然。撕开吧。撕开吧。OK。一共两套。对，这个样子的。哇，好漂亮，这个真好看耶。可爱吗？特别漂亮。看你看你看它这个图案特别漂亮。喜欢吗？喜欢喜欢。哇，谢谢明明。不客气。虽然不是贵重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的。而且是我喜欢的。这就是女儿最了解妈妈。打开那个看看。还有吗？不是那个。哦，这个包啊，这个袋子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不要要他们的塑料袋，因为那个塑料袋它，哎，这里边还挺大的，可爱吧？哦，还能这么背着。对，哦，这就是环保，不要用这么多的塑料袋。你看这个塑料袋了吗？塑料袋越多，这个垃圾越多。对，这个是老反复的用，脏了我们可以洗。这个是妈妈的观念。对对对，零垃圾生活。好的。别忘了用。知道了。 OK。 耶耶。那我就要结束这个视频啦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别忘了点。然后干嘛？关注我的频道。对，关注明明的频道。对，还要别忘了给明明摁那个叮铃叮铃。对了，然后呢？没有了。明明会给你们带来好多关于你学中文的好视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边给我留言。那今天我
我就要走了，我们下次见吧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